The floor is lava. 现在三亿人别动。谁能杀我哥哥？再两下，三亿人螃蟹一声。哎，那可不嘛，应该吧，看情况吧，看我这把节奏怎么样吧。你要到最后一楼啊？高手不赢前两把，每天只输这两把，家人们。AA 魁首，拉草里去打。你这是干什么去啊？你派克骚扰他去了，能打得过吗？应该能打得过吧，派克。打不死坏了，派克要死了。那走吧，哥哥，再缠就死掉了。我的妈！先给人马送我一血，我真的谢谢你。你可怕，人马这边起不来啊！你为什么要去反野？你他喵的一个派克，你去跟人家蛋打独斗去？好，非常好。真的是醉了，这是摆烂吗？算吧。上，打到伊达脸上，伊达脸上，你他喵的！不打的话，我就去反野去了。不打的话，滚吧。操，看见我了，你妈的，坏了！啊，这有眼的。有狗，我操！走位，走位，走位，给泰坦吧，给泰坦吧。好恶心的，好恶心的，真的狗啊！还行吧，我们茄子已经完成了。这个放眼就没看懂啊！他这里有眼的啊，这里有 W 能看见我，靠，再一下不死的。你看这个派克能过去支援一手，能打能打，哥们能打能打能打，这，上上上，好动好动，来我复活你哥们，对嘛，上就完了，不用怕，虽然两级，但是你要发挥你两级的作用。两级要发挥两级的作用，这一波往上去也打不过这一波，我没有出没有三技能的，别打了，再刷我的蓝吧，先把这节奏控好。这一把对面中单2200了已经，鳄鱼来了来了，哥们打他支援一下，四个人拷打一个，我真服了呀。这队友玩的好呀，四个人干一个，我们家下路又放养了，我家下路又放养了，太离谱了，来支援一下中路，三人的马上好，人马其实可以杀一下。什么你个牛马，我一塔没了，你在玩呢，你也不敢上，算了，没打招了，不是一塔没了呀，一塔你们玩的，你把下路看一下呀哥们儿啊，一塔不要啊，我真的服了，你别恶心我呀，你干嘛，真的求求你了，别恶心我，这派克不玩了呗，你要给我抢了我就谢谢你了哥们，真的好啊，来 W 往中路去看一手去，主要是这现在是怕泰坦，现在这个时间怕泰坦，泰坦太烦人了，泰坦一控就很麻，把泰坦勾过来行吗？我的发，我的发。对面射手已经起飞了，三人头开局，外加一个虚弱，这一把对他威胁也造成不了多少。他
们把这个射手杀了，不知道有没有削弱，没削弱的话我可以打死他，但你削弱的话我一定打不死他，我没有鞋子。A 掉一下抢劫手，三眼的转满，一秒杀，哎呀，哇操！他闪金啊，这一波坚持马上到哥们，人马杀了都行。颠过来，放他跑了，先打这个吧。我现在3000-4000多块钱没回家了，哥们，没惩戒可以帮我打吗，哥们？来打。哎呦，你俩要拷打他了吗，哥们？你俩拷打他了吗？我没惩戒的，哥们。嗯，放中吧。你们吃吧，你们吃吧。龙要不了了。烧完这组野，我们回家。小心人马开你们，人马要过来开了，好抽，回家抽装备啊，被杀了吗？我勒个乖乖，不戏吧哥哥们，开牌。嗯，上路塔，上路塔守一下呗。这卢锡安虎了吧唧的，老想杀我们家队友啊！这一下子上来了，他应该有削弱了这一波，我感觉。这俩人我要报守呢，泰坦看见我了好像。人马，你单挑我，单挑不过我，可是。哎，完了，失误了，完了完了，出事了，坏了坏了，失误了失误了，快跑，有狗！我的妈！失误了失误了失误了，想取消没有取消掉，这位置不太好，但是扔掉空了挺妙的，谢谢我云牛。哎呀，云牛姐姐来了，云牛姐姐还给我取关了，哎呀，为什么要给我取关啊，云牛姐姐为什么伤心什么了，来 W 过去一手救一下，加速加速加速， A 一下惩戒， A 两下，再 A 两下，三你能弹射一手，回下伤害防止刷不了。对面来人了吗？没兵线，有兵线，飞下塔吧。这谁呀？泰坦，巨坦哥，所以走位 ，AQ 往后面拉 ，AA， 拉一下 ，A 一下，拉一下，拉一下 ，A 一下，防御塔来打我了，赶紧推了，哈皮赶紧推干净，哥们，哈皮很准哦，播呀，这号，这号也播的，这号也播的，只不过下午一个早上，应该是下午播，那早上播，我靠，播的好准，哥们。对面好像来人了，我估计是个人马，知道？人马不行，他打不动我，两枪死掉，回家出装备，换号玩呢。那个下午，那个早上播，这个下午播，先出借弓吧，借弓已经合成了，尽量，因为借弓贵啊，这借弓合成了，我们就直接买借弓了，来个大招支援一下。交给你了，应该能杀了吧，哥们。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你看我们的节奏非常爽吧？咱们可以动动我们的小手点点赞吗，家人们？英雄姐姐干嘛去了？最近有没有想我啊？想你了，好久没有见了。好久不见，十分想念。来针对一下这个小子，他0-3，说实话，他能杀我，你信不信？他能杀我，你信不信？三三，你能别放？他真能杀我哥哥！啊，大发！别别别别别！这个小的东西很痛的打的。先跑先跑，先黄小梦，我只能一闪了，我不一闪我杀不了他的，家人们。这伤害打的太高了，鳄鱼啊！毕竟人家是战士，我们现在是个脆皮。节奏已经起来了吧，队友？我这节奏非常爽的，但凡队友不是很蠢。别无脑给，就打不过硬给人家打那一种的，是真的难打，带不动那一种，把人家送起来了，我都没机会抓了，很难抓了。匕首电炮有了，对面还有我们在摆烂呢，来个护甲鞋整一整，护甲鞋呢？一会儿再来个水银就 OK 了。上一把是什么？上一把我在中路不一样。
知道吧？中路我跟你说啊，中路我刚刚是困，你知道吧？犯困没办法。但打野的话，我本来中路好好的，那亚索不好杀，的确不好杀，那亚索不好杀亚索，但是队友已经把对面送起来了。这一把网络也挺好的，这把你没有发现一个事情吗？网络变成22了。去，你现在开播 一天这么拼啊？对呀、啊，没挣不挣米啊？怎么办啊？你又不捧场，你又好久没有来了，雨姐，好久没有来了，我也难挣，挣没有人挣了呀，挣不到米啊。老板少，这个赛季老板少的，单排比较强，单排比较强。那我们家那个老板太菜了，他无脑送，你看他是真的，他一顿给，他打不过硬打，那没办法，我怎么办？所以说打不过很正常。对面已经高手起来了，把高手的旗子给送起来了，那这边的高手也没有用了。我一天能挣20米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我跟你说，真的，我一天能挣20米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今天零收入，说话不瞒你，好，昨天零收入，今天有一点点收入，还行。今天有个一口馒头的钱，哼，挣了一点那啥，带一下老板。刚刚那输的那个他不算。那你能转一手，来，你放我，你放我，来，哥们，皮坏了，人马来了，哥们，你他妈的，这个人马真的给我水银了，我打死你！一点点是多少？一点点是30米吧，30米，有个30米，够吃饭了，够吃饭了。哎呀，他们已经没得打了，我水银出来了，家人们。他们现在对我没有什么威胁了。他们家有没有法师？没法师是吧？没法师的话，出纳什之牙。纳什男爵登场。没法师，出纳什之牙。你错了，哪有那么好打？你像这号一胜一负，挣个毛的米？一胜一负，这队友一会儿二连胜，一会儿二连跪的。吃饭不够，够不够蚊香的？不够，不够蚊香的米。这怎么能够蚊香的米呢？蚊香我一天都要2包呢。啊，够，今天够了。2包我抽的是10米的一盒的，10米一盒的蚊香啊，抽的比较便宜，我不挑的，我不挑的，能冒烟就行了。10米一盒的，铜矿壳，9块20块你们那边卖的，但是我这边卖的10块。这号说实话队友排的是真的，给我来点正常人就好打，不正常的人我打不了。来了哥们儿，人马是吧，你很肉是吧，你同样的又给他吸走了，不是他残血你给他吸走干嘛，那你吸那个泰坦就好了，一两下拉出来，三人先拉出来，这一波被团控的，这一波对面维鲁斯会疯狂收割的，这一波好像没有什么事，抖音无敌小米辣光速打广，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得到，呵呵呵，这广的速度的很的，家人们，对面投了，我是真的服了，你看看为什么要投降呢，再让我杀一会儿好不好。他们没有点关注，点关注，家人们看不到，太快了啊，太快了，最快的男人。Like a